但你的还是没有充电。嗯，要带不是很快就充电。去近的哦，欸，他怎么跑？我们是要去近的，然后他跑去远的。哎呦喂，对不起。看到了，在那里等啊？是哦，没有，他在穿，他穿衣角。这是比较小孩子做的吗？有差吗？好短的，怎么好短？里面好短。真的吗？你看按摩不到我这前面，你看我的脚伸出去，这里有一段距离。好冷哦！他出来就觉得好冷哦。然后呢，新手套。哦。就这是，就是我新买的。里面有毛那种，有就戴这个、啊，就是那个之前天气热的时候嫌太热的那种手套。嗯。好冷哦。要滑一下下面吗？哦，可以啊，我回去的时候一定会滑到下面。那就只能滑一次啊。嗯。这样飘没有什么用吧？应该也不会多什么惊喜。嗯。嗯，对啊。我刚看预报，那个雪又变成污点。哦。好冷哦，好冷哦！而且我要去上厕所，我的屁股是热的，但我大腿两侧是冰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屁股热的而已。因为屁股那个啊，防晒裤帮你保暖。啊，防晒裤旁边那个我那层就没有什么用哈，防晒裤也是穿这样一截啊。嗯哼就大腿特别很冷。嗯。但我现在是觉得脚很冷，脚也很冷，好热哦。嗯。结论是，我觉得左边的椅子比较好坐。哦，是啊，不错。但我不觉得它会不一样哎。嗯，我也觉得奇怪，而且它也有脚踩，没道理不一样。嗯，那两个人在干嘛？哪里？黑衣服
走路的轮。在哪？看不到了。这狗厉害吗？它脚到底会不会很酸呢、啊？你有在看哦？有看。觉得他们那个姿势到底脚会不会酸呢、啊？搞不清楚。我是老师哦、喔，绿的红的是老师，很难看。就是前后的教练都穿这个样子。那里也有一个。但是我王子的教练，我记得不是穿这样的。他怎么了？因为他们从这里感觉很自己也觉得很陡这样，下只能用屁股下了。这都吵了，过去一些。他走那边，我们走吧。你要这样一路侧降下去？不要挡路，会不会挡到人家了？
铲得不平哎。觉得已经比较长了，奇怪，我不一样，就是，啊，我懂了，你的背包，我背包的手套叠得比较厚，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做到很厚，原来只是这个原因。又冷了，哪有，我还是好冷。早打扫吧。为什么？啊，那就要想一些东西练。不然有一个东西就是，
先不要想着刹车，先想着说，我有没有办法把板子这样转来转去这样？当然转不动哦，就这样。还有一个就是类似鲜鱼那种画法，就是这样直直的，只有休息波浪的这种滑法也可以练成单脚，会有点像这样脚的形状这样。这样算暖暖的。有啊。暖。我觉得很冷。我就在想，去横扫山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滑到小字塔。对。再上另外一个小字塔。嗯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小字塔不是横扫山，基本没什么在滑、欸，都是上去吃了饭，然后就下来了。那是我。但是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会去后面滑滑滑滑，然后他是他家，嗯，那边很不一样，缓缓的缓缓缓缓，其实我很少的，好冷哦，我好冷。是不是真的也是这样啊？其实真的都这样。啊，这个脚真的像我们说，脚比脚比身体前面。对啊。然后又快摔死。对啊。快下。哎、欸，这个人还好。他是会跳。因为我们预测，我都觉得脚要稍微前面一点，去地面。但是好像其实不是。
好走人走。哦，好快哦。嗯，糟糕了，完蛋，吼，吓死我，两只脚卡在一起，刚自己两个那个白顶的后面卡在一起了，我刚刚脚分不开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完蛋了，真的分不开啊。好还在那边。嗯。嘴巴里面还是有头发。嗯。然后鼻子上好痛哦。嗯。是痛哎。嗯。鼻子上痛到会痛。嗯。人中会痛，怎么回事？嗯，他会走哪一边？他还是走那边的。嗯。还是要看，我在看你啊。哦，是这样。我说你是要这样，你这样对吗？对啊，就是尽量这个这样子的练习是说，意思是说，那个避免你用甩的，
嗯，就是单纯的你要上下半身分离的那个姿势。但是我都在转角呢。对，啊，就是转角，其实是转整个屁股。嗯。天气也好好。看粉丝很多血啊，你都没有。这是雪比较好，就是练稳了。嗯，现在想刷下去看看，对痛。呀，好快呀！啊，换一直滑一样。嗯，要吗？在下面就是雪站了。对。猜错歌哎，哪首歌？老歌。我刚刚在想这个前奏应该是那个吧。头好痒，告诉说，刚嘴巴里都是头发，现在头好好痒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有帮我挡风哎，我现在有比较好。我现在也没有觉得怎样，现在是没什么风，现在没有刚刚的。
的吧。嗯。十几度，我之前穿这样，或十几度的时候穿这样不行。大家都摔太可怕了，嗯，我会摔也会觉得自己会摔。上面的地势，上面的地势是这样，嗯，所以升空是这样，嗯，但是降落的时候是这样，翘起来的、哦，下面的波是斜的，所以你有点翘起来，所以你这样升空，着地的时候是这样，不，然后变成上半身太空，然后就摔掉，所以是也是要往前倾，水平起跳，结果。这是看懂了，这跳上去之后脚板就收回来了。怎么收回来？在讲什么？怎么收？我要。但我也没拍手，乱拍头了。很冷。我想起来我的在哪，我的是在口袋里。什么东西？我说我一直说有一个可以露出来的那个东西。哦。然后又滑下去了，滑下去，这次滑下去。滑倒的那个，滑到最下面。最下面哦。滑到最下面，然后这一次高速上来，再滑一次走。好啊。我缓的练够了，这样。
会不会雪况更差？走了吗？哎、欸，很硬哎、欸。可能面对下面的，我觉得。
次抖的吗？可是刚刚那一个坡，我觉得滑起来很有力，很硬啊。对啊，但是要收工了，还是要，那就去他那边，先去他那边讨论一下。你觉得咧？我都可以哦，我没有很累。那刚下那一段很酸啊。对啊，我都作业飘着来了。这个坡度现在小胖。你要先滑这一道啊？你要滑这个？我可以再滑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选道还不错。哦，所以就坐这个矮的缆车就好。我觉得这个很大声呢。这里滑小掌，这段好像比上面陡一点点，是不是？有吗？但还是厉害。对，连中午吃这个。我是想说上中下，啊，你可以上下中。好吃的是哪个？五木那个是中吧？那我也吃中。那我觉得这个声音很大。嗯，没错。害我小腿用力了，所以脚有点酸。你是用力收回来啊，就是后小腿。就是用力啊，会用力去、去滑。可能今天多滑一点，今天要让肌肉很累。你这还想滑很多次啊？我再滑一次，再滑一次就好。我再滑一次下来，我上去我就要回去了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个打算。是啊。我只是想说来这里滑小掌，感觉一下。上午的话就很不愿意，但是那个因为已经练了一天了，所以现在听这个声音好像比较不怕了。好像膝盖这里酸酸的，这里你这里酸吗？嗯，这里有一点。我要去泡温泉按摩。等下路过的时候看现在的混杂程度，然后抽两个号码牌。哦，你说午餐跟晚餐跟早餐？那三点比别人早一个小时。不懂为什么声音很大就很恐怖。真的恐怖啊！就是那种就有一种暗示，让你觉得好像不好刹车。然后因为有这个暗示就会怕的话身体会往山上缩，
往上上收，你就不能真正不好刹车。他竟然带着他坐下来，怎么可以坐下来？是不可以的吗？那是教练的，不是吗？嗯。我是说上面那个人愿意让他下来。回去真的很高，其实就是往右滑再往左滑就好了。那你要是面对着直直下，那就是最高，然后那里就会凸一块，所有的人都要在那里滑土。这个人觉得用掌比较安全。我是想要滑，再滑一次，然后我就要收工了。怎么还没看到人？在后面。哪里？在左边。再滑一次，我就要收工了。我也是这个打算。我刚才想说啊，再滑一次就好了。只是刚刚滑下来有用到小腿很酸，然后而且这个是声音可怕，对，然后其实不抖，但是声音很可怕。
我这次比较不怕了。就那个声音，那个声音就感觉没什么，反正我有办法听得见。还可以，因为用眼睛看，觉得他并不懂。是声音太可怕。对啊。你饿了？五点半啦。我最早就五点半啦。泡啊！我们先去泡吧。那要泡你那天说的那个吗？去你那个。去我那一间。因为那个风景比较好看。对啊，而且还三个池。好。没有啊，男女那个混的就不要去了。没有，它有个室内。哦。室内、室外两个。那那。那是那你要走到东粉天去，然后再坐电梯下去。不用，我应该是楼梯再往下走就是，对不对，梦梦？你们的二楼是往上，我们的二楼是往下。哦。反正你走到东莞就知道。为什么我们就要东莞？也三点二十几。脚胶，有山有山，有山呐、啊。但是啊，你说有很多其他雪场没去过，但是大多数的雪场都是跟这个差不多，或比这个小一点。二小，对啊，有的那像他们去的那个呢，庙高呢？庙高，看哪一个？庙高也是七八的街场，但是没办法连在一起。就是很少的雪场大到跟志贺白马一样。哦，是哦。梅池的话，它一个我就觉得很大，梅池跟沙方一个就够大。那沙方其实是四个雪场合起来。啊。庙高的话。就是最贵的那个，最贵的那个叫什么？安比我们也没去过啊。嗯，安比的唯一缺点就是，春之蓝、冬之蓝的时候，就蓝色就会不看。嗯。它比较没有防风的概念。嗯。它的特色好像也就是长长直直的，其实跟柳寿都有点像。啊，是啊。可是刘少都，宇伦上次来问我们他是要去哪里，安平啊？哪里？宇伦啊，上次他不是在问你说，什么都不用真的付钱什么的。什么叫真的付钱？宇伦有一次不是打电话来问我事情。什么叫真的付钱？他预约不用付钱。对，预约不用付钱。他说怎么会？安平我还没去过。是安比还是哪里？现在看就这样，因为刮得更空，嗯、就倒很费劲下来。嗯，其实也没有多陡，但是就声音实在太可怕。你看大腿腿，他用的肌肉跟我们不一样。对，大腿。
听出来这是什么歌？这歌啊，外籍马丁啊。听完我就想学拉丁舞。学很多，这里学很多。刷子哦，好小气啊，连刷子都没有放。哎呦，在里面，有啊，我要进去刷一刷。黄刷刷，黄色的。嗯，我在看我们收工之后。哎，好，按一按。